一场诡谲神秘、杀机四伏的寻经之旅。不好了，皇上，刚刚传来消息说，有盗贼潜入广济寺中，把龙藏经的手抄本给盗走了。一段锥心刺骨、丧气回肠的深宫虐恋。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是王爷呢？你也没告诉我你是蒙古公主。居然敢骗我！你的武功可真好，我刚才看你吼吼几下子，居然把这些花排成了一个字。哎，在命运的安排下，让两个男人为他痴迷。我要娶美人，大胆男子，难道你忘了这赐婚给你和素莹了吗？永贺，这顶帽子太大了，你戴不起，咱们家也承受不起啊。我就是要美丽啊，就算天荒地老，容颜消退，绝不后悔。一部缠绵悱恻、虐心纠结的清宫八点档大戏《倾城绝恋》，6月12日就在华视频道敬请收看。